第五十四节，老人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及处理方法。一、立刻检查呼吸道，确保呼吸道畅通。如果发现因病或受伤晕倒的老年人，要依照下列步骤确认意识及呼吸状况：一、大声呼叫患者；二、轻拍患者的脸颊，捏皮肤，看看是否有反应。三、脸部靠近患者，感觉患者是否还有呼吸，以及胸部有无上下起伏。如果患者没有反应，没有呼吸，就要马上施行人工呼吸，同时请人呼叫救护车。如果没有反应，但是还有呼吸，或是反应迟缓，意识模糊时，要确保他的呼吸道通畅，采复苏姿势，并呼叫救护车。二、正确的维持呼吸道通畅，才能有效施行人工呼吸。所谓维持呼吸道通畅，是指清除呼吸道阻塞物，维持空气能顺畅进到肺部的姿势。所以要确认老年人口中及喉咙内有无异物，若有的话，要将其清除，然后确实维持呼吸道通畅。施行人工呼吸时，如果没有确实维持呼吸道通畅，空气无法顺利进到肺部，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不需人工呼吸时，维持呼吸道通畅之后，如果将脸部侧向一边采复苏姿势，还要预防呕吐物阻塞引起窒息。复苏姿势的摆法如图。失去意识的人，让他仰卧时，就会使舌头往后翻，呕吐物阻塞住喉咙，导致窒息的危险性。因此要让失去意识的人静静躺着的时候，依照下列步骤让他采取复苏姿势。一、扶住患者肩膀及腰部，将身体翻向侧躺。二、弯曲双肘，将位在上方的手放到脸部下方。三、将头部稍往后仰，下巴往前突出，维持呼吸道通畅，嘴角朝向地面。四、上方手肘呈90度，让患者身体不会往后倒。如何确认呼吸道通畅？如图。一、将下颚抬高，头部往后仰，轻轻张开患者嘴巴。二、用自己的脸颊靠近患者的口鼻处，看看是否有感觉到患者吐气的情形。三、观察是否有听到呼吸音，胸腹部有无上下起伏。如果都没有时，代表呼吸已经停止。维持呼吸道通畅的方法如图。压额抬颔法：一、手肘撑在患者头部旁边，手放在患者额头上。二、另一只手的食指及中指托住患者下颈，将下颚抬高，并将头部轻轻向下压。注意，太过用力会造成颈椎疼痛，也会妨碍空气流入肺部。三、放在额头上的手确实地压住头部，固定头部姿势。另一只手托住下颌骨。下颚抬高法适用于颈部外伤，怀疑有颈椎受损，或是一人施行心肺复苏术的时候。一、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放在患者下头处。大拇指贴在脸颊，手肘撑在患者旁边的地上，固定好姿势，再开始进行人工呼吸。二、此时患者的下排牙齿下颌往前推，此时要注意头部要固定住。三、如果患者的嘴还是闭着的话，用大拇指轻轻地将下唇往下压，让患者的嘴巴张开。其他方法及注意事项。有呕吐物时，让脸朝向侧面，以免吸入气管。口中若有异物，将它取出，以维持呼吸道通畅。将嘴巴打开，双指交叉放入口中，挖出口中异物。手指交叉法，使用压额抬颔法及下颚抬高法，仍无法维持呼吸道通畅时，可以在患者肩膀下放置枕头或坐垫，让头部往后仰。头部如果向后弯曲过度，反而会阻塞住呼吸道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